ground shake. Hello， 我是 John，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超美丽的别墅。我们看一下，在这个地图这个地方啊，这边有个铁轨 ，OK， 铁轨的这个靠近这个中间有个小型的，算是别墅吧。这个光影效果真的做得很好哎，而且你看这水亮晶晶的，呵呵，哦，这个树挡到我了，挡到我了。OK， 我先把直升机停在这个上面哦。哇，这个别墅盖在这里好赞哦！每天来钓鱼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我先再往前面停一下。好 ，OK。我先记录一下这里的样子啊。OK， 记录好了，下来啦。哇，超赞的啦！你看那个瀑布。超美丽的，就直接这样子下来耶！哇，真的是需要一个板凳来放这边，每天观看一下，真的有疗愈的效果哦。哇，你看一下这个花啦，这个花好漂亮哦！哇，这个花盆好高档哦，这个地方。你看，这个是。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开门的吗？好，一二三四，哦，进来了哎！哇，好棒哦！你看这里，这个架子上面的东西好棒哦，沙发，哦，银器，哇，这时钟，好大一个时钟哦！这里还有花，名表哎，是什么？劳力士吗？这个模组超级漂亮的，看下这个门进去有什么、啊？哇，机房、保险库，哇，这是什么？炸弹、枪，这是狙击枪吗？哇，哇，这边什么东西都有啊，好羡慕哦！这机房直接砍入在墙上的，哦，哇，红木的香烟。酒是什么 ？iWatch 是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我们去看一下外面好了。哇，好壮观！你看，这水就直接从我下面这样走过去，不对，是流过去。然后沙发在旁边。哇，这个风景也太美了吧！哇，这个 view 超赞的啦！这应该是这里的主人，不要害怕，我只是想看看你而已。啊，我知道你们不喜欢看到枪，我应该用第一人称。哦，这个蛋糕好棒哦，看得好想吃哦。干嘛啦？我又不会射你。哎，这边有咖啡耶。哦，睡睡睡。这里还有什么、啊？蜡烛哦，三个蜡烛台。对，这我不确定是什么、啊，是苹果吗？为什么苹果长这样 ？OK， 这边应该算是他的厨房吧。这厨房的话有，应有尽有哎。这边是刀子啊，然后面啊，就是那个人看起来非常紧张。在原地绕圈圈的 ，OK， 这边还有水果。等一下，这什么？走开啊你！这是洋芋片吧？你是怎样啊？走开啊！再不走开，我把你毙了！哇，这什么？这我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啊！金色的小人啊！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超棒的啦，项链呢 ？OK， 这边有爆裂物，爆裂物睡在旁边会不会危险啊？哦、这边钱好多、哦，可以拿吗？
这边还有哦，整张洛圣都的地图哎，还有电脑，好多钱哦。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东西，这是浴室啊，浴室浴室就看起来还好了，虽然说东西还蛮多的。看一下，这上面没有东西了。OK， 它这个模组大概就这样子啊，内部的样子是长这样。我去看一下外面哈，外面没什么其他变化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上面有是这个有太阳能板哎，哇，好先进哦！所以它电力全部都是靠太阳能板的吧？嘿，怎么了？他把花盆撞倒，然后就昏倒哦？为什么这样啊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太阳能挂嘞，我帮你叫119好了，好吧？我先出去了。这里出来哦，我看到旁边有楼梯可以上去哎。好的，看来是从这里，我觉得应该从这里。这怎么过去的？哦，它从下面过去的。OK， 我们可能要从这边下去。哎，这里有路哎，我看到路了。我都很怕我掉下去耶。哦，碎，在这里啦，好隐秘哦。哦，太阳能板。可以走过去吧？哦，哦，好危险哦！看一下这个 view， 啊，多么疗愈的，这个 view 真的太棒了！看一下另外一边，哦，等下，远方有一匹，这是马吗？这边有一匹马，好远哦。OK， 我们去看一下旁边还有什么。欸，这是空调吧？太阳能板。这个是，这应该是接收器吧？卫星之类的东西，我不确定啊。OK， 爬上去。OK， 这个模组就要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来试试看，一个跳水跳下去会怎样？喂，哈哈哈哈哈！就这样子给我冲下去了，就这样子而已哦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